这有这谁呀？姐姐，欢迎新鲜。你们是不是有很多宝宝说想要买那个酸奶啊？如果想要买那个酸奶的话，上次不是带过酸奶，你们还想复购的话，直接去我大号的橱窗里面有复购的酸奶啊，好吧？我就这段时间没有懒觉睡，好痛苦。我是一个一定要睡觉的人，就是我没睡好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有点烦躁，怎么写我写，一刻不停。但是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最近我在弄一个新模式直播，就创新一下去直播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模式来直播一下，可能就这段时间吧，这段时间吧。几号到广州？暂定的是24号，24号去广州。没睡好，有点烦躁。没睡好，天天都是那种犯困的状态，就每天都是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。明天下午1点呢？你们给我的建议，明天12点带货是吗？12点带货吗？明天带立白的品牌，立白你们知道有什么吗？就不多说了吧，立白，舒肤佳要到24号，24号带，24号在广州带舒肤佳。不过心情不好是没睡好，没睡好觉，每天都在补觉的状态中。期待新模式，对，不在舞台播了，我们换个地方播。咋这个时间？今天不能播，今天是特殊日子，我们都12点以后再播。特殊日子也不适合播。明天早上10点，谢谢百药园，感谢啊。12点是吗？洗衣液、洗洁精，还有什么洗衣粉、立白。广州可以见到你吗？可以。还是201吧。有两个人，怎么天天在那刷屏呢？天天在那刷什么屏呢？今天不唱歌，明天唱吧。明天1点吧，咱们都已经宣传这么久了，就不要改时间了，随便吧。我觉得该怎么样怎么样。明天1点钟啊，明天1点钟直播大号，记得啊。明天我得待很久，我怀疑到时候可能会跌破1万人。这个百药园是哪位大哥啊？我天呐，一来就叫我睡觉。欢迎洋洋姐，百药园、百草园还百药园？感谢洋洋姐。哎呦，洋洋姐，洋洋姐，这给我点赞款吧，这是在洋洋姐，明天1点钟啊，明天下午1点钟播，我刚开播，宝宝们好不容易3天没看到我，今天刚开播10分钟，你说睡觉吧，你这一说。
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洋洋姐升级了吗？我手机发烫了，手机发烫了，完了。我觉得这个什么2024湖南卫视需要我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！谢谢心怡姐，这话说的真是，我去，需要我跪着都去，我求着去，而且我觉得我是歌手是正好是直播，好想去啊！好想好想去，谢谢心怡姐，恭喜洋洋姐升级哦，恭喜！什么时候来深圳播？在广州离深圳不也很近吗？对不对？申请出战2024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我一申请出战的话，一定有一大批的黑粉过来，但是也可以啊。那我明天申请一下吧，管他的呗。你不适合去湖南卫视，你适合去。我家就在湖南卫视，就在我公司旁边，我怎么不适合去啊？你适合去，真是。谢谢洋洋姐，我两个姐姐分别帮我点掌管，是不是啊？在广州哪里？广州花城汇在天河那边，嗯。期待我出战，我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可能不是今年，可能是若干年以后，一定会站在那个舞台的，坚信自己，相信你的力量，相信你的相信的力量。谢谢洋洋姐，不要去，这样挺好。人总要有点追求。想要去更大的舞台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在广州，我现在在河南。嗯，赞同你去挑战。问题是，我想去就可以去吗？就不是我想去就可以去啊？我还想参加，还想参加，我还想参加天赐的声音。我还想参加歌手，我还想参加所有的音综，我都想参加。我喜欢被骂。今天别去会被骂，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人不要怕被骂。我在网上骂的还不够惨吗？我在网上，我觉得还能有比网上更毒的话吗？我觉得啊，我是怕骂的人吗？想看你去浪姐，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啊！我才不会被怕被骂呢。有争议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对吧？嗯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明天下午1点钟啊，大家记得去我大号直播间哦。我要来到了立白工厂溯源，我要带立白洗衣液，还要带立白洗衣粉。哎呀，不说了，等一下给我限流了。刀枪不入了，现在已经。我跟你说，就是，如果做直播的人啊。真的是不会被怕被骂的，因为你是已经锻炼出来了，
有些人他没做过直播，他突然间经受那种他受不了，我习惯了，我可以骂，随便骂我，来，随便骂。这段时间我不大舞台直播了，大舞台没有流量。我这段时间换一个模式，换一个直播风格，换一个模式，可能很快啊。就是明天我回去以后，我就开始策划弄一个新模式直播，反正就换着玩呗，对不对？明天没有内裤，有香氛大师，明天就专门带立白洗衣液的，嗯。欠骂，哼。另外的平台，我看到别人的平台，另外一个平台，我就不说哪个平台了，那骂的更惨，没有一条是夸我的，全骂我的。谁不是从骂声中成长的呢？嗯，脸皮要厚一点，嗯。想听我唱诺言吗？想听我唱诺言吗？啊，明天1点钟来我直播间啊，啊，来直播间骂我啊。无缘无故骂你干什么？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我实在觉得我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吧，我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吧，对不对？我来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最近很火的歌啊！不想听，不想听，你就出去逛一逛吧，好吧？明天想听你唱《诺言》，好的，明天在直播间唱《诺言》啊，1点钟啊。我不了解沧海桑田。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你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灰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伤心的事改变，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。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上的他天真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，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，你我不能冲突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流淌有什么用，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，你我不能冲脱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让爱拥有
自己的自由。我这嗓子怎么这么堵住的呢？感觉我这嗓子发不出来声音呢，怎么？我这嗓子感觉堵住了，堵住呢，我唱不出来，含在里面了。啊，无论人在啊，好了，我去学唱歌去了。我发现唱的真的不好听。谢谢休闲，谢谢张远。我要去学唱歌了，家人们，我感觉我要去学一下技巧，不然我这嗓子不行了，废了，要废了，你知道吗？几号？24号，在广州暂定的。嗯，谢谢张远给我送这么多鲜花，哎呦我天哪，唱的不怎么样，真的，唱的不怎么样。多喝水，好嘞。咋不大舞台直播？明天1点我们在立白素源工厂直播啊，给你们带立白啊，请叫我带货主播，请叫我带货主播好吗？谢谢彭家有三宝，带货主播我是。广州可能是2天，可能是4天，还在谈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想找我们啊，还在谈啊，我嗓子堵住了，家人们，唱不出来了，唱不出来了，等我啊，是今天的1点，今天1点，明天有洗衣凝珠吗？是今天有。洗衣粉、洗洁精、洗衣液、洗衣凝珠、内衣内裤、洗衣液，要啥都有。今天中午1点，4天就好玩喽，对呀、啊。说说话吧，不唱了吧。明天我跟你说，明天我真的挑战我自己，我看看播一整天会怎么样。我明天播一整天，我的大号。学习回来了吗？对，今天学完就来河南了，然后，上了2天课，啊，立白不就是洗洁精吗？立白最出名的是那洗洁精，我觉得家家户户都用过它的洗洁精。洗发水、沐浴露的话，你等我月底好不好？月底会带，我们带一些大品牌的啊。肥皂会有啊，明天，舒肤佳等我哟，一定要等我的舒肤佳啊。学成归来，哎，其实上课嘛，也不是说马上就能有个什么，有个什么大的突破进步。上课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多听听一些老师，哇，他们都是超厉害的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。然后听他们上课，虽然不能让你瞬间改变什么，但是他就是，慢慢把我们的格局打开。上课就是上2天课更美了，应该是光打的好吧，哎，我发现你们都是现在都是在说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啊，怎么回事？真的没办法，火呀。洗脑，我需要洗什么脑？唉，洗我们脑干嘛呢？啊？
算了，我不播了，家人们。我要去那个啥，我要去卸妆去，我要去卸妆去。我不知道播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直播，我不知道播什么，真的，完全不知道播啥。我跟聊天，我也不知道聊啥。哎，哎，怎么把窗打开了？把窗打开了。我不知道播啥。你们发现我剪头发了吗？我剪头发了，你看，头发短了。哎呦，就剩两根毛了，我这头发咋整了呢？剪头发了。我要卸妆了，我要卸妆了，宝宝们，宝宝们卸妆了。做 PK 主播算了，我要做 PK 主播，前三年就做 PK 主播了，就不等到现在了，对吧？我要拿一个扎头发的东西。嗯，我不知道这世间的借口。我头发长得好快，你看我剪得这么短了，很快又会长长了。我头发长得好快，我头发长得超快。明天啊，今天下午一点钟啊，锁定我的直播间，大号直播间啊，不停的做广告，打一把，你给我上票吗？打一把。什么时候出新歌？出啥新歌啊？咱出就出多的，出大的，出就出大的，出啥新歌？这次去北京，又谈成了一个大，谈成了一件大事，知道不？现在咱都是干大事的人，咱都干大事的人啊！出新歌，我每天出一首都可以。